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精准而优雅。我的剑分杀嘛，马上就好。没想到我还有这个吧，特地为你准备的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锐利的剑，什么情况？活的，那不然是僵尸。必须是活的。合体，搞的就是你。鳄鱼这种兵英雄，他是真的很怕被抓。今天被抓一次，确实等于别人英雄被抓两次，被抓一点五。不入流的风格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精准而优雅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不要犹豫，我的剑准备好了。有这种队友，这玩得好爽啊。给他分八十的，好像吃不到了。马上就好。
有点小累啊，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但我应该能顶住吧。我没有对手。吃的润喉片，喉咙不太舒服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有点小坏，无理的畜生，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却没有成功。怎么太慢？Rampage！你都死了，就饶不了人了吧？没换直播时间，单纯的下午想来加个班。这信封不要了呗，对面中单这么强的。对面中单这个点有点厉害。套子都不要吗？真的假？这个鱼他妈的也太惨了，没见过这么惨的，挺狠的，整这么狠呢？我的剑准备好了，这我的究极合体剑姬了，合中合了，我这是。马上就好。虽然这个鱼玩的挺菜，但他遭到了非人们的虐待。他这件本来就是劣势，才会这样子。真的是在虐待他，这样子虐待鳄鱼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
准备去死吧。我怕对面打野或中单来搞我，我跟他换了我就很亏呀、我肯定是要白赚的。接着压他吧，好好发育。这个死哥跟这个蓝刀，我先不想要处理，我就发育我自己。精准而优雅。等级有点低了呀，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，我的剑准备好了。蜘蛛铠甲，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可以了，赚的。死哥怎么连个助攻都没有呢？他急死了。你这不让我帮啊！把他给你宰了。我操，这个诺跟这个，我有点操作不了。中弹，交给鱼人了，没事。比死哥这玩意儿确实处理不了，我感觉。要送就送大的，真不愧是我。所以说对面有诺的时候，我一般都买水银鞋，没有水银鞋会被他 R W B 控住，他 R W B 控住的话，我就没法操作了。我也挺蠢。大的呀，没辙呀，他把我 B 控住了，我还有 W 用不出来呀。别人也尝试过，即使我得了，只有我成功。但应该不要紧。他这个不能预判，他这个是啊，大本必中啊！你没有水银鞋，你没有韧性超过30，你就必被他控住。他这个是有设定的。这把队友把我当爷照顾，我这把一定要谁啊？不然我枉为人。这把破剑者玩命的带线。应该不会砍金身的，这都放金身。
谢谢洋洋蛋的飞机啊，谢谢谢谢谢谢蛋哥的飞机，老板大喜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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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蛋哥送的飞机，谢谢。我在路上，哇，这不银焰炸的，哎，怎么掉血？他的银焰炸的，阿农啊，哥们儿，他的是阿农的东西。不会是的。那行吧，任务达成了，给这个 BAD 刀了我就舒服了。没有对手，来抓我们，没有了，我这个先锋要把对面高地给他爆了，不然就没性价比。不要犹豫，差不多能走就行。不要吗？那我一波了。没人要吗？好奇怪。对，没人要呀。你再不要，我给你干完了，给你。这把队友确实顶了，这把我带飞还真不一定，这把说实话，你让谁玩剑姬都能飞。这把还真不是我带飞的。很少有这种队友，就队友又帮你，他自己还能稳住，打团还不需要你，这种队友挺罕见的，捡到宝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不入流的风格。
这我怎么死的呀？不过不要紧，队友应该的一波。我他妈怎么死的？有点扯淡，有点。